台南大湾坝庆祝25周年庆，除了有母亲节冬季回馈，在公益方面也持续办理。这次的活动是由议员吕维应引荐，前来南区龙岗国小复习幼儿园甲小朋友同乐，并结合中英女中餐饮科师生教导小朋友制作鸡蛋糕，带回去厝送给爸爸妈妈。台南大湾坝很高兴能够今天来到龙岗国小举办这个25周年的一个庆生公益庆生会，那很高兴龙岗国小的小朋友来跟我们同乐。那现场我们邀请了长荣中学的同学啊，来教我们这些小朋友做一些杯子蛋糕。那也请小朋友把这杯子蛋糕等晚上回家的时候啊，能够拿给妈妈，因为是母亲节前夕啊，希望说他们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与母亲同乐。远东百货长期以来都关心教育啊，这次也是已经第二次来莅临我们龙岗国小。好啊，上次也有捐赠物资，然后这一次利用他生日的周年庆的时候来教这些小朋友来做杯子蛋糕。好啊，这个都让小朋友对于他自己的未来哦都可以更加的有自信，也可以更加的能够自我摸索。市长恩伟特也出席这次的公益活动表达支持。很高兴今天远东百货为了庆祝75周年，我们要祝远东百货生日快乐。我们也谢谢长荣女中的各位同学、各位大姐姐，好、哦，但是对我来讲是小妹妹，对他们讲是大姐姐，好、哦，大家能够办这么好的活动，做这么好吃的蛋糕，我市长要特别拜托各位小朋友，蛋糕千万不要自己吃，要送妈妈吃的哈。龙岗国小校长陈彦良表示，这次的活动会当顺利进行，除了要感谢台南大湾坝，嘛要感谢中国贵宾的帮忙，让囡仔家己动手学做鸡蛋糕，带回厝孝敬父母，欢喜过母亲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